Challenge! Challenge!上去啊！哎，都不上去了。哎，老伴儿不叫穿短袖子的，他穿短像猴儿呢的，还不让穿短袖。臭豆腐五块，两个油蛋子五块，三块。有些有最早后来退休以后没联系了，不晓得到底哪能情况。那杨树上死掉了，张斌也死掉了，张秀上也死掉了。伊拉爱人啦，阿拉老早阿拉爱人的公司一个公司，一个公司，同一个公司。女儿呢？七年了不来了，电话都没接。做生意买房子，三个人来哄我，来逼我把我房子卖掉，背来去做生意。去了做个倒闭倾家荡产，我又没拿了侬叫你来有外债，我娘呀！哎，对呀，苦来辈子。没理个，大市场经常苦来辈子哦。人家讲，年纪轻苦算不算苦？老来苦真正苦。今年的天气，报道是42度，实际上是52度。我没想到止疼药这么刺激胃，不吃又不行，不吃晚上睡不了觉。你不用着急，其实每次刮风下雨的时候，我都会特别高兴。我平常会自己一个人坐在这儿喝茶玩，就一个人自己跟自己玩得特别嗨，然后会不穿衣服。Love of
说的是。我说话，来，我小妹两个分了，不是一个。是啷个的？他是咋子啊？反正我俩不想在一起了，就分了噻。一定不小了呀。哥哥媳妇是炒蛋哇，这边你喜欢吃的菜。下个星期有可能不回来。嗯。下个星期有可能不回来。不回来。你梦想是什么？身价过亿。哟，可以嘛？你这样梦想呀？那要住什么呢？停车。那好，你这个心情也蛮好。担心的就是你每次回来，我都比如看到你好像练字啊、看书啊这方面。每次回去抱起手机这方面，就是我很担心的就是。真的希望你就是这样，争口气，因为啥？你知道吧？我一个人带着你这几天。也不容易，但你也不要挣钱，也不要跟我淘气。但是我最担心就是你学习，你出去这块。他都能从容，只是有此一
前，参谋给收了，急得要发疯。深圳待了一年、三年、四年，深圳待了四年，被臭虫咬了三年，经常晚上半夜的时候被臭虫咬醒，想了各种办法杀，杀不死，晒呀，拿出去晒被子啊，晒床板啊，这个气候就是这样的，经常晚上就是开着灯睡觉，因为那个臭虫怕光。是因为就是我们田地那个沟了流水的问题，然后我妈跟我湾里面的一个人吵了一架，我记得，然后他们甚至大打出手，我妈叫我拿那个锄头去打那个人，但是我没下手，我胆子特别小，根本也没敢下手。然后我的头上反而被那个那边好像弄了一点点伤，我也没敢跟家里人说。后来还闹到派出所去了，派出所里面我妈也叫我说一些谎话吧，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我做的对的他们都觉得好像是错的吧，比如说我做单车猎人也好，他就觉得我不务正业啊，可能小的时候自己捡的东西还给别人呢，他也会说我傻，不应该这样，应该自己拿来用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童言特别不开心，但你讲唔系买盒螺噶，我几时唔同你买螺啊？喂你，喂喂你螺我未食过，即睇我唔起声。
我廣州仔，我又好食得辣，你攞好辣。我啲樓唔辣㗎，我啲歌係我喺廣州裏邊咧，真係啊！喂，頂唔到啲精髓味，好嘢，明哥。啊，送到包俾我。喂，講真句。呢首歌是教识我老人的。我知我在麦片边可会有枕头，你知道逝去光阴但会再回头，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梦想，花箭翻波全流走，不轻易在对广州战斗纪念，你感到在对广州经过顺热闹，每颗那望眼共每天一时笑声蔓延，隐隐上头，几多艰苦都变老慢慢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至今心中已然退心，我相信未做起身竟拥有开心，你够诚意啊！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多谢明哥，多谢明哥。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你所讲的失去是失去乜嘢？失去了个女咯。你个女？你而家失去咗个女啫。1994年，我老婆同我离婚，我想我会辛辛苦苦养大佢，但当佢长大嘅时候，我供佢公司够行，带佢咧。到了大学了，我都是做啲行的，是啊，他的同学笑他，我曾经跟他说，你的同学的父母老母老大，在街边扫地的，在街边剪草的，你不笑我的，他说没有，那你凭什么笑我在街边卖唱，你凭什么？不是，很尊敬你的明哥，那你凭什么？凭什么笑我？喂，明哥，得啦，我又唔偷又唔抢，系啱，自己中意啫。唔系，我唔系中意，我系付出嘅。付出，我系凭自信努力，总要得到，总得到，以后就算追忆也自豪，冇嘢噶。我叫诗诗，我叫诗诗。我知道，诗诗不舒服，小诗诗在这儿陪你好不好？嗯。
天真的好累啊。你累吗？嗯，我这辈子也没做什么亏心事的感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就会这样。你不知道，命运其实挺不公的。为什么我家里面就会有两个癌症的病人？说的一句悲观的话嘛，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个明天，就这种感觉。可能这么说会比较悲观吧。杨秀兰，拼命的加油，老伴儿，我来看你了。亲爱的秀兰同志，拼命的加油，自己走后已有二十余年之久了，我非常想念你。有时候做梦啊，也梦见你和我在一起战斗，打鬼子。还有时候呢，在宣传队里，你演这个王东薛丽秋、王东才的这个女人。我演你的儿子，还有赵世瑞，哎，所以啊，我就醒来啊，一场梦，做了个梦，所以我心里啊非常难过，哎。手长着一半了啊！哎，你坐上这照顾着呗。就到前面那个思阳诊所。都说啊，思阳诊所啊，多少钱？多少钱？哎呀，他都可以给多少都没事。我你看他还有点不舒服，是不是？啊，好嘞。好，谢谢，快一点，快一点，不好。啊，好好，我尽量还是快一点吧。好。这是不是就是缺氧？啥症状呢？给医生给你说的啊？就在那思阳诊所是吧？对对。好嘞。我爸爸妈妈。不用不用，谢谢。哎呀，我不帮忙了。好嘞好嘞。
再多买一点。我这本来年龄大一点。行。啊。行。啊，好嘞。你安个电瓶多好啊。不让安电瓶。哦。这都是人力车，安电瓶花钱。哦。俺九州半月。所以都不让拉是吧？哎呀，对，所以都不让安电瓶。慢慢，不是的，今天车多，车多，咱们必须得慢一点啊！车又多，这有过节的，是不是？买一套是多少？买一套是吧？你看着给多少，高兴给多少，来。你说呀。上，给8块，快说不着，来6块钱，6块钱，来。前段时间不听话，我现在咋这两天又那啥了？从那这两天不是咋的，又担心担心。我今年冬天要够呛。啊？今年冬天要够呛啊。啥玩意儿呀？头一晚。那晚上。你在晚上你自己搁家疼完打针完就坐下在那坐着，啊，赶紧疼了我就往下坐下来，坐一会儿慢慢的把药拿过来，慢慢倒，你得快点的，越快那手越不好使，这里头越疼，含上一片药待有2分钟嘛就能。过了那个劲儿，反正
是不是又不想真正找我一个？然后回到连个谱都没有。有你啊，吃完了？吃完不要了。放心吧，我爸我会照顾好的。我这上班一天没时间了。准备去做啥？哎，吃我。这你忘了，你忘了给他去报道。哎，还有三年，你八十两岁，我。我知道，我都不晓得了。三年，你七十九岁，八十九岁，我八十两岁我就死了。没啥讲的。我不想死，我想看毛主席纪念堂嘛。没有想法了。现在母亲最关键辰光，钞票坏脱，搿搭个地方呢，等了他不收，去买仓库。那哎，如果哎我来个辰光呢，退休工资啥地方去，价格稍微有点生活条件，理想的，不要结婚，房子加一盖啊。阿拉现在是啥生活？十九世纪的生活，侬懂啊？嗯，哎哎哎，干了这个菜，什么菜？一直都会啥意思了？哎，毛东干嘛？大跃进动，搿啥阿拉阿拉个年代啦？十九世纪。哎，侬讲咋坏脱？我3000多块，生活条件，侬5000块、8000块，4000块加得看房子。哎，生活条件比得好对伐？哎，4000块加得看房子。还有4000块吃喝拉撒看毛病，生活条件比这个好点了啦。啊，就是房子大的呀，还是一只床呀。但这个地方实惠，没啥讲头的，不要钱。哎哎，是的，是的，哎，这什么呀？快！嗯嗯。快点！走，好，落着。我跳了。快点，快点，你快！快快快快！别出来！别出来！走，慢慢走，慢慢走，走走走。这都是他的。慢慢走，别去了，别去。耶啊，走。这那边就在塔着呢，这俩踢着呢。站好！
让队长让队长把技术给我切。来，这边走。我路途就有撞死了。不行，这是要别人的车。我两个字啊，佛好啊，头发对，飞机对，风筝好，佛坐，过去三人，就三个四个人也，三个半是变，三个半年还。不走去呢，有大病灾害下的雨，出去出不去，进去进不来。不走去呢，太伤心了。走得去你这些，俺们走呢，坐哪定呢？咱们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现在这种周末了，剩下这么几个娃娃，一点那个教科书了，你给好好的用点心。这个咱们作为一个穆斯林，你还要做一些剩下的好的事呢。这是最贵，这是给过的一切的呢，有点这是最的一切呢，没有这是的人呢。可以说在这世界上的也就是虚度一时。啊，脚好痛啊，我好累哦，今天我第一天脚痛成那个样子，脚给它断起了，就不是我的了。我该穿起摔才摔到口，哦，摔脱了。三瓶不动的，然后八瓶动的，然后包抽啊，两耳屎，全来倒，八百吊，七吊吊，七吊吊，三三面，三三面，兄弟，七兄弟，龙，龙，五。哎，司机怎么了？就是那个表情哟。我的英雄。我会把手插进裤兜。你要做啥子？哎，乖乖，他不过了。哎，那只猫儿呢？原来有只流浪猫的嘛。人活一世，最重要是开心。青春献给了小酒桌，醉生梦死都是祸。闲人，哎，谁跟谁了？好酒量。姐妹富过人。慢慢来。今天不太早。哦。
不要当龙啊。好啦。哎呀，任务上的我的理想拉新了。拜拜就拜拜，加一个更乖，就是以前我也这样子啊，我从来没这样子。来，兄弟，祝愿说了不算，祝愿你下一次能找一个好的归宿。滚！我说我们俩这一份情，这皮没得情是嘛哟？那兄弟之间不得。好好。但真的，我觉得最近负能量可能太爆棚了吧？哎呀，我觉得我想给自己想个好好的理由啥子？哎，慢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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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子都会好，啥子都会好。今天该你负责了，王五。哎呀，兄弟咋的嘞？哎呀，丁丁儿。你的一生都是规划好的，知道吗？我只信我。你咋个走是看你自己。我只信我。你只有几次机遇。我不信天。以前你没有珍惜。我不信天。那现在你珍惜，别个不珍惜你，同样。我不信天。懂不懂？我不信天。你和男人是一样的。我不信天。那你不信？我从来不信天。我自信，我自信。擦干净啊！我们两个擦干净，好吧？不严重。对了，明天睡醒了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条好汉。你是嘛？你只是这会儿伤感难过。好。明天又好。仅此而已，马上好了。睡床上来吧，上面上面来睡好不好？哎，二三，哎，好，好了，睡吧，来枕头。哎，好啊，好，这么睡，这么睡。你把名起了，你这小起的名字，你们起儿子名字这些人就没有起出你都是这个的嘛名字。吃完是吃完了。你说你就你到老师这就都不会起名字，就我给你找起名字，起名字你咋不起了？哎呀，疼的！这种高口就直接挖的，你这也不咋挖，一口就坑，啥都不行，咱们班都是。而且你搬你也不搬，今打过去你也不打过，你就守着这在塌山，你知道吗？哎呀，这不就像上次这样吗？明年的，明年的，今天先把这学校写一下好了。
交下来就是。我说的多别的，你打出啥活就说呢？明年的事，明年这个明年的话呢？哭死了。结束，再结束。这是困。待不下，我就觉得后面细腻，我也转不下。我就转不下去。三个啊，三个。三个人坐得下，关键是。我三个人坐不下怎么话？我后面带伢的，主要是。就搞两个人的吧，好吧，搞两个人一个人都可以，因为三个人坐不下，带着伢的睡了的，哎。明天你要上学啊？明天要把他送到幼儿园去啊？明天要给你报名。刚上幼儿园啊，他这个月底才三岁，打一个了，8000多啊！幼儿园是很贵的，好贵呀、啊。你要去哪里？那希尔顿酒店。希尔顿酒店在哪个位置？啊，叫王么子？叫王家的商务区那边。那边是吧？好、嗯，走吧，走吧，走。市场机场不在，阿姨带上去。算了，好了，算了。还不让我带，傻瓜。还不让我带呀？我气死了！上机场也可以带啊，就在前面一点点呀、啊。啊？风！这里是吧？啊，东边。把它抠一下。哦，把它抠一下，你自己抠呗。好了吧？这边。妈妈，自己抠。你那窝么抠到了？
妈妈该生日子。是的噻。该生日子不能影响。你做吗？制造是吧？制造的。把钱你呢？你没结账呢？没有吃的啊，给不给我吃呀？我要吃，我也肚子饿了，怎么办呀？我们的宝贝不给我吃，卡卡啊，嗯，试试，嗯，好好吃。这宝贝东西好吃，妈妈太爱你了，小乖乖，嗯，我好爱你哦，你爱不爱我呀？爱你。怎么爱我呀？嗯？我问你怎么爱我呀？哎。我的爱你。啊？爱你。爱我吗？我怎么感觉不到呢？嗯，是不是还说爱我？这一点都不给我吃，还爱我？哼！不吃，不吃，哎，不吃。妈妈给你。你又不爱我。爱你。怎么爱我？非说清楚。嗯，怎么爱我？怎么样个爱我法？这里啊啊，走了，你走了，老五哥，我后动了，后动了就看看你，我说你很好，把左边抓的，你让抓抓的去了，你跟你我跟他交商品不好做，我不好交，我按的慢，我是扯的弄啥，哦。那兄弟们转弯，你到马路过来了吧？哦，对对对，到马路来了。哦，接到马路边上转弯。哦。蚊子看了左手，啊，我看了右手。啊。难道是旁边的车开的车子？
下雨下来的，山的，万一他们都会山，你这最怕雨的。有山有山有山，我不喝了。我上不见都，你屋里还有个山，还有一把山的呢。哎，那天那五万四的号都没有打开。啊。那么熟悉的。哪个？啊。我下来了，哥。啊。我下来了的。我给弄起来的了。哎。弄起来没有？哦，是是是。弄起来没有？钱啊，钱了。哎，走了。啊。没钱没钱就不打了。嗯。好打个鼓的吧。我腿好了。拐一路真是。你坐着，我来给你弄，搞好你。我要去，我先吃馒头。我把汤挂了都，挂了再吃馒头。嗯。拿去，来来来，有菜就挖的干净，来。东八四拐角，讲啊。瞭望刘亮说：“东四在位。”老爸，没事，您坐着您。嗯。您坐着您。嗯，我今天一会儿出去了。嗯嗯。来，去躺躺着，来，躺躺着。
小朋友们劳驾喽，让我一下，谢谢。哎呀，这还得下来。哎呦！没碰着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特别高兴跟大伙儿在一起啊。那个，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小康，那个网络上的名字叫玄物如秤，一直在做文字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京津如文旅行团在这里。这会儿人太多了，我们不停留，往里走。在过去呢，南为火，代表夏天。这个人呢，熬着就像我们现在熬得难受，但是也得熬着，没有这个就没有生长。所以呢，火是代表生长。在中医里面呢，五个字：生长化收藏。生是什么呢？春天，打雷长苗，在哪儿呢？在东侧，朝阳门吗？西侧是什么呢？西侧是秋天呀、啊，秋天俯成结果的摘各种梅子。这是什么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舞。我每次到这儿都会特别特别的高兴。我们站在地上，地是坤，像妈妈一样养育着我们。不管我们的品行多么的恶劣，她都可以包容。她的爱无所不在，所以上善才若水，则万物，而万物根本就不知。但他还在责你，这就是坤。你记得吗？哎，反正我上班，在跟我们那个上头看班，他用手机了，穿个衣裳上班。反正我上头，我这些个上头是好有意义的，老难忘的，忘到今个日子的，大家全世界都系祈福，明白吗？细路仔又好需要你，成个家庭好需要你，所以你一定要坚强，要坚持，知道吗？人我几坚强代替唔到你，你心入嚟坚强，你自然就明白。你体内嗰啲正能量、嗰啲激素啦、嗰种分泌嗰啲嘢属于好嘅，你自己冇坚强，分泌啲嘢就唔会差嘅。
对身体是有害，要向好方面谂。怎样，陈燕宁？告诉你好消息，对方的话都准备好了，我们准备1点钟去出发取心脏，然后你可能1点多一点就要进手术室了，好吧？准备好了没有？是非常之好的，就心系上得个最后一关。我唔会嘅。别激动了，我都好像身边都是跑定力感觉啊，那顶上黄石灯都进过来的感觉啊，很强。这边这些房子每平米多少钱大概？陆家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大概在17-18万20万一平米，这个地方有个卫生间可以被我们老家一个一套房子。等我好好踢，以后进了职业队，再赚回啊这些的那些钱，给你买一套，在最高的那层买一套。我到了，我长长的鼻。又一个武汉。咦。对了，哪位了？啊。哪位？嗯。哎，这个是新的，这个还是新的，有点。你像小朋友，嘿嘿，我还是小朋友。
心里头说这话是小朋友就你反应马上用他小朋友话好156洗完了我买一个好电子琴买一啥好那那效果就好了红花嘛绿叶了赔的你唱的再好你伴奏的不好那琴又不好那就效果就好你要伴奏嘛他说我说哎搞好搞好不像么子效果是不是他带一辈子去那上半辈子么是拉二胡拉二胡这下半辈子拉二胡哎呀没得什么会说的啥呢叫哪去你每回你每个月2500退休的工资我2500我有2000呐4500还有老残疾补贴也就是一人一百就是没人学是吧那么时间去的嘛家乡时间去了呀家乡嘛那么时现在都4500你要不叫200不时间去啊那么叫200的那1100对啊1100的是吧1100的那么叫一百叫对我算你的这么说工资和那个残疾补贴我算你的一共要10700块钱对它有很多看得见的就是我们说看得见的功能也有很多看不见的功能它的熟悉程度比你们要快一些哦你还可以这高音可以这底下是伴奏音吃了什么什么鸭是鸭子你说我跟两个都过了22个中秋节了是吧你爽啊从95年开始这个时间是短暂的人生的还没到完还没到完还有那么多张啊
嗯，奶奶，哥哥，我给我，就是我知道把你盖，把那锅子给旁边，像我这个年龄的是算多活的。哎呦，来，捧个杯，来，来，你摸我的脸蛋，你觉得我是不是漂亮的女孩子？ 你原来蛮瘦，是，这80多斤，现在180斤了。哎呀，那他完全的可以说完全变了，你这是说话不的。我把那买瓶酒喝一下，喝完了的，你给我还喝买瓶了。你蛮喝多啊，不，走走，喝高血压吧。哎，不要紧。 这世界上好多事，有牛，有马，也没人认识的高尝的。我能够拖到人生的，我在享受人生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快乐的好处了，是不是？我们拿来干，来，最后一干，哎。 反正么子也是也快完了，没有多少了。那个布库布幕站，只要我在，你不能等你去世界到处摸去，你看不见，到处摸啊，买东西啊，弄的齐啊。 我尽量的照顾你，是不是？人我走了一起来一趟，啊，尤其是没有来生了，是不是？我准备这个也都是三五天，我也要。 你这个三五天呢？我要回永上，我在这小厂区，你这一拉着人，都在一套劲儿，我认他下来了。你来的，你来看一下。啊，堵路来了，你打比方，有就是现在，这都看到了，这一难没有了。 中药可以干呐？这个小箱子，这个我装对，多少钱？中药可以干，给收吧。你咱这大年纪了，还没回家呀？啊，这没老家没有这好货，啊，这个是比老家好挣钱。啊。 布达拉宫上面去看看没有啊？顶上头吗？没去。都是，搁那广场里看看。跟我一样，我也是来到这儿也10多年了。可以走了吗？不，这路灯在这边。啊，来10多年了，我也没上去看过。原先100块上去看看100，舍不得。哎，这又涨到200，更舍不得了，啊。
我跟你说，绝对舍不得你的。今天能够啊聚聚，然后送你能够明天能够安详的往生，安详的到达了那个河南。哎呦，我的兄弟，我可不是进药房店了，是不是？好嘞，来干了，干了，干了啊！好嘞，必须干了。我江哥他跟我是一个老乡，就是我们是一个地方来的，但是呢他在信仰上跟我是不一致的哦。你们你说信什么教？就今天教。今天教。今天教啊。我一看咱俩就是同宗同门。啊，不是不是不是，今天教。你今天教我不讲今天。我敢讲为人，咱走不来路，我叫自主教，我叫自主教，就是我的自己，我想的，我做的，我不讲你天神下地神，又是财旺神，又是个乱七八糟的神都走完，我们的啥？喂，你吃完你饿了你能吃吗？上有天下有地，下有地，对对对对，馒头不是酒啊，好了好了，不是酒是馒头，没有问题，你吃一个，来都抬出来看看，我当我大两岁，我当老大哥，看一看可以啊，中间还有个良心嘞，可以，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的舍不得你啊！每当我和你辩论的时候，我是很快乐的，但是你走了，就没有这个辩论的人了，哎，很愉快，很愉快，你听着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现如来。你是一个好人哦。我不过有你呢、啊、你这个这个好人我也不说话了，你说我是好人，啥人我也不说话，我都在给你谈谈一个人来下人不用我自己就绝对能回去，你看你信不信？跟程永比，张哥，我希望你们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走啊！我还是懂一点佛教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问。放心吧，轮回没有结束，你要为自己努力哦。好了，现在你就把车下下来，然后你。
可以开，这加油啊！真的好牛啊，好牛啊，好牛啊！它就是一个野草，